今日游戏橘子正式宣布天堂案全新职业黑妖登场，官方日前在台北三创园区打造了神秘巨型宝箱，今日更邀请到了知名艺人 毕书尽与跑酷团队一同进行精彩的表演。毕书尽热血献上 Red and Hot 歌曲，结合了精湛的舞蹈动作，更让现场气氛嗨到最高点。但除了精彩的表演以外，毕书尽也特别分享了自己的游戏经验，更说自己24小时都挂在天堂 M 上。天花多少时间在玩？其实24小时都在，就是挂着了。对，因为天堂 M 有一个很方便的模式，就是 Auto， 就是自动打挂，对，所以就还蛮方便。去的时候就是有跟盟友们一些互动或者是打架，对，玩了18年，所以对这个游戏很有感触，还有很有的很大的爱。自己在玩的时候会自言自语？会啊。会讲是什么？就是一些哦，他们白痴的这样。会骂脏话啊？其实还好，对，就是会很自然的，就是干嘛打我这种。觉得自己是猪队？我算是一个很有攻击性的一个很有帮忙的一个协员。对，有邀请身边好朋友？有啊，当兵的学弟啊学长们都有在玩，然后同一个师徒弟。那有没有最想要邀谁一起来玩？邀谁哦？其实一玩下去会是变成宅男。对，所以应该是很适合像广仲啊，就广仲，他应该是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跟他。那有说要约他吃饭吗？最近有跟他约吗？目前还没有，因为我发现我们两个这个月都很忙，所以就看下个月。平常是挂网，我们就连。